星期三帮我看了是多少钱，要画给我。One, two. 也走也走也走。哦，12万的话，我问是20万啊，他问12万。看来星期三果然是挺会还价的啊。现在带着星期三啊，我不是在坦桑尼亚这里租了一个房子，然后插一个柜子啊，就放衣服放东西的柜子。但是我去看的话，人家动不动就20万，给我开价20万，20万的话就人民币差不多700-800块钱，我觉得太贵了。我让星期三去给我看一下便宜的啊。我们在路过这些特产店的时候，每次我想进去看，星期三都会阻止我，他对我使眼色说不要去啊，因为他知道这些地方都是宰游客的，他就不希望我被别人宰。想吃菠萝吗？你you like eat first later? Yes, you. You like? We together. Okay.下星期三买一个，哎，盐粉，那那盐粉，啊，梅粉，六万二克，啊，里面一份六万嘞，新疆的 ，I've touched my tongue. How much one? $3,000. $3,000? Yeah. Okay. 让他砍一下 ，Yes。看，让星期三买的话就很划算，3000一个、啊。如果我买的话，至少他要我5000。那个老板不帮砍啊，就让我们自己砍，星期三来弄一下。看来我的星期三还是多功能的啊，什么都会。本来我不想拍这个老板，但这个老板老是想抢镜啊。OK， 因为在非洲这边的话，如果没有经过别人同意，尽量不要去拍摄啊，以免给自己带来没必要的麻烦。他这个还是挺熟练的。现在他已经把菠萝削好了啊。像我和星期三的话，我都是和他说明的，就不可以联合外人来挣我的钱。如果说联合外人挣自己的人的钱的话，就被发现就马上就开除了啊。因为我用人都是很有原则的，因为一旦他给我省钱的话，后面我会单独给他发奖金和给他小费啊。好不好吃？好吃。嗯 ，good， 好。好吃。对，好吃。好吃。这个菠萝挑的不错啊。那就再来找一个，好吃。好吃，干嘛过？你好，他们都混一点。给他也混一点。老板也分一个嘛，老板也吃一个。来吧，手是像酱壮壮，不来手是像酱壮好吃，好吃 ，good， 耶，好吃，好吃，好吃，连小孩都学会了。看来他们对学中文还是挺有能力的，有天赋啊！非洲人学中文有天赋。这里买一点菜，买一点食物啊，买一点这个番茄、洋葱。辣椒好一点的他比较会挑，看来星期三还是很有这个生活经验的。像我挑洋葱老是挑到坏了，他这边老板都要一样一样的称完告诉我多少钱。How much 马三？3,050 OK， 3000多块钱啊。他应该是帮我讲过一下价的啊。OK， 我让星期三去帮我看那个柜子啊，看看价格，然后回来告诉我。星期三回来啊。How much is? You was ask you how much before? Yeah. Before you, how much before you? 20,000. 星期三帮我看是多少钱？他要画给我。1, 2. Yeah, 1, 2. 也走也走也走。1, 2, 3. 我操，那不是更贵这个？哦，12万的话，我问是20万啊，他问12万，OK， 看来星期三果然是挺会还价的啊。那个柜子就是有4个的柜子啊，我问是20万，然后他问的话只是12万啊。如果说让他去买的话，就省下8万。如果省下这么多钱的话，我就可以给他奖励。哇，他家果然是现场做的啊。我是让星期三把价格确定以后，他跟着他进来。
因为老板一开始看到我是外国人的话，价格可能就讲不下来了啊。他现在画一个草图啊，这样的话等一下做错了非常的麻烦。对，这个是50×50四层啊，因为这个尺寸得弄清楚的。这样的话，因为星期三万一他沟通不对，把尺寸搞错了的话，就完犊子了。刚才那家做柜子的啊，问下来他价格的话，讲到了13万，但是我想货比三家，再问两家看看，就是不能就是一家就把这个价格给定死。Ask here, yeah, here。问问这家，对，这家也是一家做家具的，让星期三来问一下。here how much? Here。哇，他这个要18万，我的天！走吧。think 我们再看看这家超贵。确实这个星期三啊，他帮我去问，和我去问的价格真的是不一样啊。因为这两家的话，就是我自己去问的时候，价格都是20万起步啊，然后他去问的话，价格确实少了很多。一家是13万，一家变成了18万啊。但是我还没考虑好，我觉得还是有点贵，所以再考虑一下看看要哪一家的，然后也再去看看有没有成品啊。但是因为他比较诚实，所以我要奖励他啊，给他奖励一点大米吧，因为我看他住的地方的话有一点简朴，但是老铁们觉得给他现金奖励他应该会更开心一点吧。跑了半天啊，口也有点渴了，给他买一瓶饮料。 yes，我也喝一瓶，我喝一瓶这个苹果醋吧，还要喝一瓶这个果汁。Yes。好了，星期三，今天我们的工作就结束了啊。你也早点回家，这个是奖励你的现金。对，我觉得给他买东西也不太靠谱，他那里也做不了啊，直接给他现金奖励。Yeah。Today finish。OK。干杯。干杯。Yeah。干杯 ，Yeah。Happy day today. Happy day today. Yeah. 高兴。高兴。高兴。高兴的一天。高兴转天。好，明天见啊。明天见啊。明天见。See you tomorrow. 明天见。明天见。明天。明天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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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bye.